是天堂就是地狱啊！左上，白吧，来哪一个？啊！加油！啊！哇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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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另外俩队疯了，英雄相，哎，厉害厉害，端麦，低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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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六分，七分，八分，满分，全场最高分，满。来，我喊一的时候就过啊。等什么？三二一，啊，三二一，好。三二一，哇！恭喜此队第四次挑战成功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跟身高还是有一定优势的，是吗？是啊，来，身高更有优势的人来。周深，你就只注意这个距离就行了，上面的距离你不用考虑。明白了，就管跳广告的跳。一二，两队挑战成功。深深骑他上去，上去。往上冲了，他很厉害，小小玲珑啊，会窜，气势很强，真的倔强。他不行了，他体能。不能让他歇，不能给他缓劲儿。哇！啊！小心！哇！我们像那个要集结打复仇者联盟那种感觉，我们这边就是一个跑男团。今天能撕一个人行。你看小苏现在已经开始活动了，为我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了，备战了，为你好，咱们都活动活动啊。所以我就说，我只能最后巅峰对决。我跟你讲，哎，要把危险铲除，先得弄晨哥呀。不是你那个是什么呀？你们想不想撕晨哥？你离我近一点，你送给他们得了。都是防守的。咱换谁呀？关键时刻也不好说。好像也只有李晨。但是不要在他们面前用这个，我觉得。就让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啊，这样咱上去弄。他们怎么又走了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去什么？用超能力去了。其实我刚才好几次想对周深下手。不，你得让他留着那个，让他们去耗别人去。
你想啊，他俩换没什么意义。对，他俩还有一条命。但他俩换有意义。程程和白露。对。天哪，你们撕一下吧。我们可以撕，那我们撕谁呀？你说，要不然你就撕他们呀。不是，我们不动手，我们肯定谁我们都不动手。他们有一个特异功能叫苏炳添，你用不用？当我们得用啊，那关键时刻我们肯定得用啊。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是把炳添哥召唤过去。我觉得，哎，晨哥，我觉得有可能是长得像炳添哥的一个人。上哪儿找去？到匈牙利了找长像他的。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，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会可以多一条命啊？对，他们是同犯。晨哥，动手吧。哎哎，啥意思啊？别找我们呀，哥！为什么找我们？那他们都女生。他们呀，他俩死活在那儿，求你们了，赖赖唧唧的，求你们了，哥，求你们了！天啊，炳添哥，让我见识见识你的速度！干啥？干啥？你刚才挑什么拨？啊，我们从来不挑。不是，我就瞎说，我让他就。下次不许挑拨了啊！错了错了，你这挑拨这事儿有点儿，他们要撕他们了都，还帮着撕。哥，求你们了。我觉得凯哥他们最舒服了，看见吗？两个在那里看着。他要撕了。就我们咱们俩就是整成这个，就显得咱们好像在撕，你知道吗？假完了他们就撕了。妈妈妈妈完了！妈妈完了！我操！妈妈完了！这个啊！这个啊！这个撕！大勋。撕了！啊！有病啊你！你这有病，你有病啊！沙哥怎么落单了？我们去撕沙哥。好。撕，大勋，撕了！但我怕陈哥他们突然出现。你们还有重赛呢。完了完了完了！三二一！啊！啊！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暂停啊！大勋，我被伏击了，又被他俩给伏击了。哎，怎么不用特异功能啊？没等说呢。遇到危机时刻，喊出口号“亚洲飞人苏炳添”，即刻让在场其他人静止，自己获得9秒83的逃跑时间，该能力一共可使用3次。9秒83逃跑能撕别人吗？咱俩只能苟到最后，就有这技能，咱俩能苟到最后，能走到第二名，能得正第二吗？能得正第二，就是跑吗？哎呀妈呀，哥，你正在那跟人家在那玩呢，我被人伏击了，一点也不精彩。我这离做饭也不远了，你快跟我们一队吧，还不认清局势。大勋，你好好活着啊！哎，功能啊，随时准备啊！咱们就得弄晨哥换，就得。哦，我觉得我们俩合伙在一起，说不定能死掉他。就真心。我要上跑，这两个他们跑了，快快快！不！我去，这张远还刀一下。兄弟，我简直，这是什么？
完了，哥，我看热闹让白露丝了，哥。真够偷袭！啊，丙天哥淘汰了吗？兄弟，兄弟。你把谁撕了？我成功了。我们这个两个人只能用一次，我给你。用，你用。哎，给我用，给我用，我还想上场，给我用，给我用。好，是的。用的是零零一，给你一标。给我用，我还想复活。魏大勋 out， 周深 out， 李晨 out。来，结束语。我恨你，我恨你们。爱你们哟，我恨你们。你是被谁死的？白鹿，你没特异功能呢？看热闹呢，忘了。真元二，真元二，真元二，别忘了，上面还有一个人呢。我们可以把对方的两个队员给换了，就相当于你撕掉白鹿，就相当于把范丞丞给 out 了。对啊，现在等于还有两个你是吧？那我们结盟吧。我们结盟，我们撕白鹿，然后我们就把程程 out 了。丙天哥，只有我们了，他们结盟了。他们结盟了，我们也结盟吧。我们也结盟吧。就是我们六个了。那我们只能换他们俩，那用吧。用。喊出某某某某交换球衣吧，即可指定一组搭档永久交换名牌，之后被撕掉的名字。对应的成员 out， 啊，就是让他们先交换名牌，然后撕弱的那个。弱的其实就把强的给撕了。白鹿范丞丞交换名牌吧。超能力交换球衣生效。超能力交换球衣生效。请范丞丞白鹿互换名牌。这个好烂啊，你们这个好烂啊，我以为最起码能换一个人。你们什么技能吧，我那个太水了，这个感觉。用一下，让我看一下。我们都用了，我们都用完了。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喊出口号。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可指定对方搭档其中的一人，原地加油跳拉拉操1分钟，期间加油成员不可以攻击或被攻击，该超能力可以使用3次。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超能力拉拉队生效。啊！请宋雨琦原地跳拉拉操1分钟，为你的搭档加油助威。你不是叫我叫你跳吗？那你们就三个人撕嘛。什么鬼啊！一分钟倒计时。开始。好烂、啊，录音。好烂啊！你这个就趁现在，丙天哥。我师傅凯哥，你说。但你好烂啊！你为什么要我跳舞？我好傻啊！Free， 开心吗，哥？这个真的比我们那个还水，我真的是。丙天，联盟吧。联盟吧，结盟吧，把他们。他们最厉害。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啊，四白鹿范丞丞 out。 哦，对，走吧，走。没必要吧，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大哥们，大哥们，没必要吧。大哥们，你说东厂吧，超过一声军。哎，撕个撕，范丞丞，不是招了。
失踪了！站住！站住！找回我去！站住！什么东西？站住！找回我去！站住！啥呀 ？Boys， 不是 Boys。Boys Boys。超活益生菌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感觉超活益生菌觉得是最厉害的。喊出口令登场吧！我的超活益生菌启动超能力，可召唤六个超活益生菌，协助作战15分钟。但益生菌不可主动攻击，他们不能攻击，但他们能控制他吗？不能。到底这个超能力有什么用啊？试一试。超能力超活益生菌生效，限时15分钟。哇！哇！益生菌登场！哇！哇哦！哇哇！啊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！哦，这是活性益生菌。来吧 ，push。Push. Thank you. Push. 这也能撕啊！我跟你信不信，这也能把他们撕了，你信不信？这样更好撕。Push. 四百六十。这个二，这个拉拉队到底有什么用？白鹿 out， 白鹿 out。我 out， 你还在。超能力交换球衣已失效。Fighting guys！ 他们先生这样，我也不会说你坏话的。Fighting guys！Fighting！ Push！Push！Guys, we lose. 范丞丞 out， 范丞丞 out。气势拉满。告诉我，这个超活益生菌到底有什么用？到底用中在哪儿呢？这个拉拉队到底有什么用？谁想出来这个超能力啊？我在那儿列队，怎么这列队？怎么这几个大个儿就这个站着，全是空档，一投一个准。先把你条命撕了算了。没必要，哥，真的没必要。我那技能没用的，你看到？哎，你想不想看跳舞？你那个确实很有观赏性。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你还可以、啊。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还可以用。超能力拉拉队生效。什么奇怪、啊？还可以用啊！我这个技能没有用，只能看跳舞。我们俩先消耗他一条命。对，还有两条。对啊，还有两条命。是他，是他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！
杀人员还有一次跟孙美天一v一的机会。哦，对，他可以重来。我已经够本了，四了三个，厉害，没白来，没白来。再给我两分钟，再给我两分钟。超能力重赛生效，请张真源和孙美天进行一v一重赛。刚才凯哥不在，我搞不过他。你要加油，哥，你可以的。你要不要再给我弄一个？我给你们俩加油。我不是真的，你别真的有啊！你很无聊啊。来来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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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俩加油！加油！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！加油！加油！我今天早上。那个个人的那个，我选了跟你一队的，真的假的？加油！真的。加油！加油！起来！加油！加起来！海大哥，干死！加油！哎呦，开除了！我！我小心！好。哎，我张真源撕名牌第一堂课是我教的。你看啊，我架起来胳膊，他们有从下边的。这样，那我就很有。但是同时都有风险，我也抓住你。还有一个就是，你可以跳起来，跳起来。我。哎，我。哎，没掉。但是跳起来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跳起来未必能一次性就抓住。张岩加油！找徐子彪的，有金锤。女儿这一招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，腾在空中。哎，但是苏炳添好像找到了。哇！但是苏炳添好像找到了，深度好睡眠，为奔跑加速，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。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，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。本节目由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。台铃长续航电动车，奔跑吧官方指定电动车。但是苏炳添好像找到了。今天好像找到了。张真源赢了吗？苏炳添 out， 苏炳添 out。张真源，哇！好累，不忍心。来吧，哦，张真源会不会提前杀所有人？哎，小心。爆炸！二打一，悠悠闪。
真源，行了，真源，你差点撕掉所有人，你已经很尽力了，尽力了，行了，随便游泳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已经很可以了，太牛了他，尽力了，你可能撕掉两位最强的一组，你这几招都我教的，最后全使我身上了啊，来吧，经过一天的鏖战，今天的 MC 最强联盟竞赛，最终胜出的搭档是。干啥呀？啊，准备呢？喊名儿，139 club。恭喜凯哥、宋雨琦获得最终的胜利。耶、yeah! ！马上为你们送上由 MC 提供的纯金的送达11克的金牌。11克，哇！哎呀妈呀，你们俩容易吗？家徒四壁，3个 MC， 含辛茹苦，养4个孩儿，把4个抱抱拉扯大。哇，最少的3颗奶的人拿到了，真的，我们永远站在攀砖。哇，这有11克，我感受一下，挺重的哦，挺沉的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我看，烫手，好重。这样，我把这一颗送给我们的亚洲飞人，值得拥有这一块金牌。谢谢。雨琦，看看你凯哥的表现，这一块咱俩回去掰一掰。哎，对，我也觉得是。接下来我们这项任务就叫做亮相。我们每一局都有一个9宫格题板，题板中有8个动作题板和一个安慕希亮相题板。成员随机报出数字，翻开对应的题板，如果是动作的题板，就是为大家上一块障碍板，直到翻出安慕希亮相牌，然后开始挑战过障碍。穿过障碍，没有破坏障碍得1分；未穿过或者穿越时损坏了障碍板，还要扣1分。还扣分？啊，得的板子多就好吗？抽到的板子越多，得分的概率也越大，但很有可能扣分的概率也越大。嗯，明白了。MC 亮相题板上为大家呈现的是 MC 全新推出的 MC 益生菌酸奶。今年 MC 给大家带来万物向心的力量，品牌攻坚常温活性益生菌的创新技术，推出了全国首款小金罐常温活性益生菌酸奶，不惧胃酸挑战，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，减蔗糖更轻盈。而我们这一款题板上就是像白鹿手中的这一款小金罐，11LGG 超活益生菌。MC 小金罐添加11超活 LGG 益生菌，减蔗糖更轻盈，大家可以享用。超活一下，超多超活益生菌，好喝更有益，一起安慕希。如果 OK 的话，我们就开始挑战。能先让这个弄一下试试吗？周深都不用动，我这样就过去了。你摆个 pose 吧，你帅气一点。你这样有可能会过不去。来个延展的造型。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好，就摆好了，不能动、啊，别动，别动，不能动啊。头不头头？差点没。这差点没过，一条水产鱼，没过，坏了，坏了吗？坏了。哎，第一位出战的成员是白鹿，来吧，丽儿。哇哦，是个猫的形状，好可爱，这个一，外，七，哦，这个好过，这个好过，九。哇，这个得跳一下，二，亮相，抽中 MC 益生菌酸奶，亮相牌，完全没问题，哎，你完全没问题，加油！你先控制一下速度，对，你要起来，赶紧起来，控速。厉害，他怎么蹦过去的？他就直接窜过去了。该谁了？接下来要挑战的是张真源。9。二。6号。
这简单。5号。7号。哇。7号好难啊。1号。喂。哇。8号。小狗。3号。哎呀。抽中 MC 医生君 Standard 亮上台。哇。这不一路蹲过去吗？这个也简单。哎，这个可以啊。这个我喜欢。这些我都喜欢。最后一个是啥来着？猫是吧？你的狗。柴犬啊。我觉得他都能过去。这个我都能过。我们拭目以待。看看。来来来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我怎么感觉我过不了呢？那你刚才说不是能过吗？蹲着，蹲着慢，蹲着慢。哎，蹲一下，蹲一下，蹲一下，竖起来，竖起来。哎呦！竖起来，走，蹲蹲蹲。哇哇哇哇！蹲蹲蹲。哇！哇！蹲一下，竖起来，竖起来，漂亮漂亮，蹲蹲蹲蹲，哇！哇！亮亮亮亮亮亮亮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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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6分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哇塞！目前场上最高分。接下来要挑战的是张一凡。请选择数字9、9、8、7、6、5。你这个按顺序了是吧？四，很有可能，很有可能。啊！我的天！三应该是男的。慎重啊，慎重啊，慎重。二啊，选一。哇！哇！哇！太厉害了，这个真没剧本。太厉害了。哇，你的运气太好了。一些光环。最后挑到了 MC 胸巾酸奶的亮相牌，所以这一轮要挑战8个障碍，直接拉满。哦，加油！加油！慢点啊，小心！哎。一凡，不是，在干嘛？一凡，你不能放弃！就别带着板子走了。妈耶！一凡，不是。你们，妈耶！3分得分负2分，一些光环。气馁，不要气馁，你是好人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这个板子彻底不存在了。嗯，带回家了，没关系，素材有了。可以。接下来要挑战的是周深。9。感觉这轮是5，你又开始猜了啊！刮刮乐，你又要刮刮乐了。真源说让你选5号，5号，我们真源又发话了。哎呀，你看吧，我说不是吧？9、9、7、1、4。哦。2号。哇，小猫。珊珊。我觉得是3，珊珊。嗯。3号。我说偏选3。嗯。6号，你感觉对了。最后一个是8。8号，有8是奶。哇！哇哇！小白
可以啊。这个不得八个全过呀、哎？凑凑凑的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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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轻松啊，慢一点，别着急，别急别急。哦，哎，厉害厉害，钻慢，低点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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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哇哇哇哇，五个，哇六分，哇七分，哇哇哇哇，哦，哎，厉害厉害，钻慢，低点头低点头低点头，哇哇哇。哇哇哇，六分，七分，八分，八分，满分，全场最高分，满分，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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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。我不太理解那种玩玩游戏是负分的人的心情了。同样都抽到了八个板子，为什么某些人就？为什么某些人就该谁了？接下来要出战的是雨琦。九、二、三，等咱生日。哇哇！九二三，哎呦呦！八八八，一七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给我准备的吗？脖子那么老长，脖子那么老长。钻过去。可以，蹲下。哦，看看，哇，够瘦够瘦，哦，哇，有些人，啊，真的好刺，过了，五个，你已经前三了，目前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第一名周深，第二名张真源，第三名是雨琦。基本上我们跟前三无缘了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真不一定。怎么这么不看好我们后面的人吗？确切的说是不看好咱俩。没有，我不用想。不是，下个他那是都捡不到正片里面，在部落里面，他得点进去才能。在跑男部落里，先穿上皮衣，哦，先得去他的部落。你俩属于表演了吧？表演赛，表演赛。四九一二三，四个，就算过了也没有意义，你也进不了前三了，你要不要表演一下，放在部落里。我去，哎呀，起来哦，够瘦够瘦，还可以，两分。你不怎么样，那我起码也是有分的呀，那我也有两分啊，你还得得个分啊。一二七九八八八八三五，稳住，哦，我还能停一下。不是，我想怎么过去了？快！低头！可以。这个难，这个难。这怎么过呀？要蹲，跨。牛蛙！大牛蛙，以后不叫大水牛了，大牛蛙。来，先开个四，来七，一。一号。一呀，我太可惜了。这不行啊，这不对啊，大哥，你过这两个板子显得你早上的耍剑毫无意义。你在这演我们呢？我没有，这两个你都负二分，你要不要把他这个过这两个板子给剪了呀？就是这个出去以后，咱们郑业神可能就找不到工作了。来，直接拉满。哎呦，可以了！天哪，怎么越来越难了？一定要过得帅啊！加油！哇哇哇！
蛙跳，蛙跳，哇！哇！哇！哎，请闪一下了，换人了。最后一位出战的是沙哥，沙的成员也可以趁机品尝一下美味的 MG 胸菌酸奶，来为沙哥助力，也为自己加油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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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一二三四五六挨着给我翻。一号。哎呦！翻。哎呦！翻。哎呦！好难啊！四号。哇！翻。哇！就是这个。这个是了，我估计。翻。哇哇！七。翻。哎呦！八。不会吧？翻。翻。哇哇！我看看啊，都是什么啊？我这都得跨过去。这个我蹲着，这个我蹲着，这个我站着，这个我蹲着，这个我蹲着。OK 了，跳跳跳，蹲蹲，站蹲蹲，全是技术。OK 了，来吧。哎呀妈呀！沙哥加油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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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呀！沙哥！哎呀！沙哥！沙哥！不负所望，不负所望，挺好，挺好。找到叫蛇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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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个叫蛇蛇卡卡撞撞晕。老山哥，部落里有了，部落里。要不咱们是家人呢？家人。沙哥刚才得分是零分。要什么分？乐呵乐呵得了。哎呀，稍微有点快。接下来排名前三的成员共同决定，从其余的七位成员中挑选一位成员，并从他的三颗玲珑球当中选择一颗来查验球里豆子的情况。装有红豆的玲珑球被烧会冒出红烟，装有黑豆的玲珑球被烧会冒出黑烟。一旦玲珑球进行过验证，这颗球就会被烧毁。如果一个木偶的三颗球都被烧毁的话，那么木偶与人类的连接就会断开，也就意味着这位成员就会被淘汰。那这个就即便是挑对了人，但是不一定挑对球啊。一人三个球，现在招谁？不是招他们都很推荐鹿。白鹿咋不说话呢？听我吗？白鹿呢？我老觉得今天有点不自然。白鹿，这有点怪呀、啊，这人今天。刚才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比较了解你，我就觉得今天你有点怪。你把我投出去好了。直觉。我今天一直想离开人群，我在想让大家注意到他的一些表情。哦。那敲呗，可以。敲我的，敲我就白费了，敲我就白费了。你看这两人沉不沉默？会不会是凯哥成的怒？飞行？那感觉飞行也是你，不会是你吧？我是飞行吗？我谢谢你。是我的意思，常志伟。我飞行。我知道。啊！那烧谁？你们可是最好好找队友呢。你看我上次的功夫还是可以。赶紧，咱赶紧相认，之后好办事儿啊。就凯哥，那我其实也有凯哥的感觉，有凯哥的感觉。找队友呢？第一次挑战。我没有。白鹿很想赢啊，胜负欲非常重啊。好，接下来要出战的是凯哥。会。凯哥。
如果他是坏人，你觉得我不该往中间放，你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所以他就一定往中间放。好，就这个。玲珑球正在销毁中。蒙眼撕名牌。什么？什么？蒙眼。每组派出一位成员在场地中蒙眼就位，通过声音判断其他成员的位置，并撕掉他人的名牌。我怎么这么多人？被撕掉名牌的成员淘汰离场，越晚淘汰得分越高。换战撕名牌，男生一组，女生一组。哦，第一个被淘汰的成员不得分，留到最后的一位可以得十分。哦，那我们第一轮先由男生组进行，女生可以在旁边休息，同时品尝焕新升级的 MC 原味酸奶。今年 MC 焕新升级了基础原味酸奶，带来了更顺滑的口感，用更健康、更美味、更有品质的酸奶回馈消费者。现在就请六位男生戴着眼罩前往瑶池中就位。这个游戏瑶池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。狗着。三二一之后，大象鼻子转五圈。啊？哦，还得转，还得转。我天哪！请准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挺晕的，这样。四、五。哎呦！哇，绝了！就是跟个小小兔崽似的。就不能往地上躺，我觉得躺上反而被容易被死。对，跑得好快呀、啊！挺吓人的，我的妈！哎，你们是可以说话的，沉默的声音震耳欲聋。Oh,
一只就是蟑螂反过来了。就是哪里有声音，然后就去，哎，就来了。啊，你好适合演这个。太可怕！李晨现在就是那个最可怕的那个僵尸。抓到了，完了！谁？我陈哥，摸到了200斤的黑手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他俩结盟了，不会吧？我都感觉他俩不会结盟了吧？不是黑牛。他们在哪儿啊？对暗号了啊！自己踩到了。周深，还有一个你的盟友。周深，请握手，请握手。不要，不要。你这，周深，你好像还蛮精神病。你可以失态，但是不要变态，好吗？这一局周深得10分。我都已经成这样了，是吧？你毁掉还能播吗？能。接下来轮到女生组。哇，太吓人了。
加油！我太害怕了，看你们。注意安全啊！尤其你美丽姐要来了，咱们就该给就给。朋友们，我们可以平和一点吗？美丽姐，你在哪儿？一定要吱一声。好的，我直接送给你。真的。谁敢跟美丽拼？一十字固，然后静悄悄的给你撕掉。请准备。伟丽姐，我真的有点害怕，我太害怕了，我想离她远点。大象鼻子转五圈，开始。怎么是大象鼻子？三、四、五。哎，怎么这么统一？怎么全都贵妃醉酒了呢？突然，怎么不下手啊？哎呀妈，吓死我了！嘴呀嘴呀，你是哪一位？我。你是谁？我是伟丽姐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这啥？谁呀？伟丽姐吗？我给你，我给你。谁呀？我给你。小心后面！你看，差点把你给弄了！吓死了！谁？管住啊！黄奕啊，黄奕，你好！啊，这就上手了！伟丽姐，又是伟丽姐，又是伟丽姐！哎呀，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我不好意思撕啊！美丽，你放过依依吧，妹妹啊，我放过你吗？撕了我吧，姐姐。白露，你撕错了，让你偷袭的是伟丽。哎，你们现在过去偷袭，偷袭谁呀？偷袭伟丽，伟丽在哪里啊？在你正前方。快去，他们地面缠斗。黄奕 out。啊？
天哪！没事，你以后的名号是跟美丽纠缠了一分钟。美丽姐，你往前摸吧。多少钱？看出来是一个文静的女孩，不愿参与你们这些内斗。依依，依依，你伸个手，但凡愿意往前伸个手。依依，伸手，咱得有点跑男的意义。再来一趟跑男，起码展示一下吧。妹妹，妹妹姐姐，跑不掉，发力了。孟子义，伸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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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吧，妹妹姐，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关键时刻，往前。发现没有，白鹿等你走以后，白鹿，你以后叫白美丽。往哪儿走？正前方。正前方，齐步走，向右转，向右转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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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碰，哎，来吧，来吧。行了，安美丽和白美丽，你俩撕吧。来了，白美丽，突然叫出了尖叫鸡的声音，UFC 的感觉。白美丽，来吧，不用谦让，最后一下了。进攻，进攻，进攻！摔跤了。
攻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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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攻不要搓、啊、进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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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搓、啊、进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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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搓那最终排名第一的是白鹿周深组，太棒了！然后，所以在接下来寻找有缘人的环节中，可以额外获得一张票。我都没有想到，真的白鹿会赢在撕名牌这局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寻找在这一环节当中的有缘人。然后呢，现在就请大家依次到我面前来摇骰子，决定大家的出场顺序。再来个六，来个六，就是说，真的是。请摇到一号的成员走出房间。有喊我们吗？我们肯定喊我去。你想查谁？你想查车？你想查谁？车吗？可以啊。请骰子摇到二号的成员走出房间。请骰子摇到三号的成员走出房间。请骰子摇到四号的成员走出房间。请骰子摇到五号的成员走出房间。请骰子摇到六号的成员走出房间。那个是吧？白走一遭。请有缘人走出房间，从其他组别当中挑选一组成为自己的伙伴。发了我，发了我！我们手里有两票，我看我这是两票，两票。我感觉有点像李晨。你看吧，我觉得应该是。蒋一，鲨鱼哥拿到这种牌也是很有可能。谁的表情最不自然？看一看。哎呀，我想先说一句话呀。
就是一定会有人陷害我，我是第四个出来的，第四个出来的人一定会陷害我，因为他没有找我。啥意思啊？恶人先告状。恶人先告状。我真的，我先说，因为这话我说什么，他肯定也不会帮你。你别先说呀，你别先说。我必须先说。恶人先告状，你。我跟沙溢一起出来的，我是第四个出来的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都有，第四、第五肯定没有，因为我出来，我先说一没了，二没了，三没了，沙溢是。就李晨拿走了，恶人先告状，你。他把东西端走了，然后他没有来找我，我等了半天，他没来。我俩在里边还把门堵上了，说我们俩说千万别让他进来，想做个效果。堵了半天他也没来。你说完了吗？我说完了。我说一遍啊，我是第四个，我们两组都是第四个出来的，但是李晨把那个端走了。我以为李晨会来找我，可是李晨根本没来找我，他找的是谁？谁现在帮他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出来的时候都在，然后陈哥还说这样就说明第一个不是，第二个不是，第三个不是，第四个不是。这个时候沙溢点点头说：“谁说第四个不是啊？”哦，这有有细节，全程都是他们的表演，有细节。等一下，这个表情是李晨的表情，不是沙溢的表情。谁说的？听见了吗？因为。沙哥的表情是谁说第四个不是？不是，不是这样。李晨的表情是谁说第四个？力量感不一样。这样吧，对，我跟你说，我都不带改的。这么你发发言。没有啊，就是李晨哥说那样，但是其实是他们拿走的，就是他们说一二三四，哎，就分析谁五和六嘛。然后呢，李晨哥哥就谁说没有有缘人呀？怎么一模一样啊？一模一样，父老乡亲们。然后呢？然后当着我们的面，然后也没有说找，也没有说找我们。你后面是不是也把门堵上，然后等我们来，然后说哟，他们怎么没来呀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没堵门，我们是期盼着你们来找我。这样，你俩都演一遍那个。对，演一下，演一下。你演一遍，四号谁说没有？你看，你看，拿晨哥你也演一下，你演一遍，你演一遍。演一遍，我演我吧，好不好？我跟你站在这儿，我说一号没有，二号没有，三号没有，四号没有，他抓机拿走了，然后我在这儿滚了个几圈，然后还坐在地上冲着他们笑一遍。这个有点细节啊，滚一圈自己判断，你们自己判断。他们滚了吗？他们进去了。我还跟他说怎么没找我们商量啊，就走了。然后他说沙溢有点笨吧。我这个时候还真的有点像是。对呀，一个干的事儿，有点细节啊。中间他把他们拿托盘的那一段删掉了，他们是发现了这个之后，我说没有没有，然后李晨说谁说没有，托盘怎么滚？谁说没有？然后我们一吃惊，他放在这儿了，开心的滚了一圈。他都没看见我后面干什么，这还不穿帮吗？现在又编了我在后面干嘛？他讲的从头到尾都是对的，但是就是李晨给拿走了。他说我拿着这个走了，我说完滚，他又说我又滚，他又看见了。你哪只眼睛看见了？等一下，刚才问了蒋依依，蒋依依说没有滚啊。没有滚。我说我滚了，然后他后编出，他又看见我滚了。你没有看到滚，但是沙溢哥说他看到了滚。对呀、啊，我还是坚持。我跟你讲，是他们早就商量好了怎么口供了。无所谓。那你再说一，等一下 ，OK， 等一下，沙溢哥。这些都是场外，他们自己编的信息。沙溢哥，你说一遍，你因为他们早就想好了出来了怎么说。沙溢哥，你先说一遍，你从帐篷里出来了之后发生的。他们早就想好了。沙溢哥，你先说一遍，你从那个帐篷里出来了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细节，来说一遍。来了之后到这儿了，然后我李晨说。不是，三不是，四不是，都不是，那就是五和六。我说对，确实是没有，啊，然后
我跟依依就要回去，然后这个时候李晨说谁说没有，李晨把那个拿起来了，依依可能离得远，他没仔细看，他在这儿滚了一下，滚了一下开心，他在这儿滚了一下，滚了一下开心，开心，我俩就转身就进去了。你得离多远就进去？你把你刚才那个话，后边的你得离多远？听我说一句，听我说一句，同学们，两个人互踩。前面两把玩的都是就是狼帮狼嘛，但这个感觉是狼互踩。其实他已经漏洞百出了，但是不排除一种狼互踩。对。有这可能，如果是狼互踩的话，肯定是要把那个责任引到那个被发展的那一对身上。有缘人就是，有缘人就是嫌疑少的那一方。那我等于还歪打正着。那我觉得有点像正看。我这样，我特别担心的是，你们觉得我们是狼互踩，结果我歪打正着帮了坏人，这是我最担心的。我只有这一个逻辑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说别的。细节是我们先出来的，哎，然后我就跟他走过来了，我站这儿，他站这儿，听了六遍了，说一秒、二秒、三秒、四，我都可以背了。两组人先到这里，一秒、二秒、三秒、四秒，谁说没有？然后他放下拖把，说什么意思？然后呢？我们俩就回屋了。回屋之后，我说沙溢一定会来找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四。如果他俩没找我，有两种可能。我跟他说的，我说第一种可能是什么？你说，没着急，你说，就是第一要踩我们。对，然后第二种可能是找两票的人。他如果他们找了白鹿跟周深，他可能是想找自己投票的时候有三张票多一票。这都商量好了，在屋里。我怎么这么缜密的逻辑？我商量这么多，你前面有啥逻辑？你前面只是交代了一个这个过程。我觉得肯定是沙溢发展的，我没有任何逻辑。我如果发展的话，他们不用踩这个。你们是两票的，你们会投给谁？我们现在可能会偏晨哥一点，就是跟他是一个逻辑。那就两票找到他们呗。这其实跟两票不重要，是出来的那个人很尴尬，然后必须得选他。因为真的票数很关键，我怕你们乱。刚才晨哥那个意思是你们随便投，反正只要你们不投我就行。不是，纯分析。再说就要挨揍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要伟丽姐，谁今儿敢揍我？但是不服，关小龙走一圈。我觉得可以投票了。来，大家考虑清楚啊。真的没有那么复杂。有没有可能是沙哥发展的先发展的成果？但主要是全场只有他在说话。简单一点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举牌。我觉得可以投票了。来，大家考虑清楚啊。真的没有那么复杂。有没有可能是沙哥发展的先发展的成果？但主要是全场只有他在说话。简单一点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举牌。完了，咱俩输了。输了。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都选我们啊！接下来就请两组回到房间里，有缘人请端着拿走的字块走出房间。快点，快点去收拾你那字块去。怎么感觉是沙溢啊？是沙溢哥，对不对？
骰子摇到四号的成员走出房间。不会是撕名牌吧？不是吧？啊！巅峰对决，听这名字就有点恐怖啊！两队各自决定队伍上场的顺序相同，一序号的成员进行一对一撕名牌对战。啊，撕名牌！刚开始就玩这么大吗？但在对决开始前，双方成员需要通过抽签的形式来决定自己名牌的大小，最终撕掉更多名牌的队伍获胜。天啊，真撕啊！今天只录一个游戏是吗？一来就这样的是吧？上来就撕名牌，好啊你啊，姚一天。我还没吃饭呢，能撕通吗？你要是吃饭，你就玩赖了。不行，我撕个沙哥吧。沙哥不行，我们俩来吧。沙哥被点名了。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是两队自己排好一个序号之后，对方是不知道的。哦，有意义。然后大家面前的这个弹珠赛道就是我们安慕希甜玉芒果的特权台，在这个台上进行一次弹珠对决。红色的球代表的是兄弟团成员，蓝色的球代表的是冠军队。塔条开启之后，两队的弹珠会进行一场擂台赛，最终留在台子上弹珠更多的这个颜色获胜。这一环节的 MC 特权优势是指定某一位冠军队成员换上大名牌。娟儿，
自己直接拿个大名牌。对对对，没事，一哥，放心啊，放心。那谁操控啊？是这个吗？机器操控，遥控器。我们会不会弹没有用啊？是啊，啊，用不上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耶、yeah ，那我撕名牌不行，我手坏了。那你退出吧。那我开始了啊。等一下，是正式还是？正式，正式。我会很清楚了。一会儿告诉你，一会儿告诉你。我看看结果，我就不知道了吗？不行不行，正式正式是吗？正式来吧。你不能让我看完结果呢？你先试一把，你先试一把，不要不用不用着急。哦呦，是命运呐、啊哦！赢了，赢了，三瓶，三瓶，试一把，试一把，试一把，没有，没事，试一把，试一把。妈呀，冠军都这么赖呢？有。没有啊，他说试一次，就我谁说的呀？我说话不算的，在这儿。对，他不算。他在这儿有地位吗？他说是。我没有家族地位，没有没有。赢了赢了，三比二赢了。你们还在意一个大名牌吗？真的在意吗？是。你们不会在意一个大。你们真的在意一个大名牌吗？正式的啊，好好好，正式的正式正式了哈，绝对不赖，绝对不赖，真的。好嘞，三，二，一，哎呦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，三比一，比刚才分数还高。太高了！恭喜我们的兄弟队获得了一项 MC 特权，而我们的甜芋芒果口味 MC 酸奶也全新上市，每包添加20克芒果燕麦果酱和6克蛋白质，精心挑选阳光饱满燕麦，燕麦颗粒嚼得到，美味超有范儿。这也是 M 新挑选阳光饱满燕麦，燕麦颗粒嚼得到，美味超有范儿。这也是 MC 的新品。刚才我就喝了，是因为喝了这个我才赢的。对 ，MC 给我们的好运。那接下来就请两队到你们各自的备战区来决定你们出战的顺序。咱怎么安排啊？怎么安排？你上呗，你打样，你老玩。我先上啊。我没概念。你有没有什么技巧讲一下？我没有技巧，我不会撕。好几年前不是没撕过，就是没赢过。我可以先撕让你们看。对。你一会儿我跟你说，我先上，你看他们对我有多狠。你们就知道了，就不用手下留情了。我的第一局板输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但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哇，这么大，我们太大了，真的好想抽到魏大勋啊！怎么办？万有引力法则。让他无限靠近你，能不能给我练一下？我都忘了怎么撕名牌了。现在我们练，你跟我练有什么难度？我好久没撕过牌了。哎呦我天哪！我准备耍赖，手长是最大的优势。我觉得，哎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们这么不知道自己这么塞进去，行，打开以后玩呗，也可以，打开一个是一个。我们都不知道。我这样，我洗几牌，你看我们多酷，这我这样洗几牌，对啊，有什么可商量的？没有什么布局的必要，主要是。好了，好了吗？太慢了吧，来吧。先叫一号两队。成员分别是，呀哦，呀哦，哇！我们第一局，第一局，哇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第一谁呀？魏大勋吗？是你吗？哇！稳拿一分啊，晨哥，晨哥，请你蹂躏他。请晨哥和大勋来抽我们的特权球，两个是正常名牌的球，一个是大名牌的球。大勋大名牌，大勋大名牌，大勋大名牌。大号名牌。哎呦，咱们别说，还有可能赢呢。加油，哎，加油，大勋加油，大勋，你可以的。你不会输吧？大名牌，你呀，哦。妈呀，我大名牌，没事，这啥运气啊？你还怕大名牌？哎，那也你摁住一下自己的名牌，这大名牌真的很好撕，很好撕。一局，请准备。太大了，好大！再加开一点，再加油啊！哇，太激烈了吧？还没开啊？对对。
还没开始呢，老师。还没开啊？对对。晨儿，你别轻视他、啊。我们要引开李晨的注意力。哇，李晨名牌好大哦。你那名牌太大了。抓手，抓手，好被抓住了。大勋加油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哦哦哦！哎，小心小心。哎，空着别让他抓住了。小心，空着别让他抓住了。快抓他了，抓他了！啊啊啊！啊啊啊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！快跑！哎，快跑！快跑！太吓人了，这也。我要回家。回家了，拜拜。还好吧？看出来了吗？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。下死手，下手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真抠啊！对，那俩手就咔抓住了，完了。下次这样子就开了，你这样怎么都抓不住。接下来是我们两队第二组的出战成员，请大家揭晓。一二三。哇！如你所愿吗？请多指教，请多指教。哎呦！沙爹，你能够着张长宁的名牌吗？沙哥加油！赢了吧，也没啥光荣；输了就更惨。主要是很难赢。我觉得我还可以暂时先不用回家。加油，加油！这局要扳回来了啊、哦！我们只能赢这一局，我们只有那一局有胜算。到最后只有晨哥一个人赢了魏大勋，这还不是冠军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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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给他换一个？你那你太弱了，你我太弱了啊！对呀、啊，行。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开始了啊！开始了，这我咋弄啊？这人不好了，这真不好弄，对女生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，突然发现沙哥好娇小。啊，先卡住，先卡住，卡住！这我动不了啊！不是，然后呢？转转转，转转转，对。啊，转晕转累，一直转，沙哥马上就晕了。这是他们的策略吗？他们有招哎。一直转，他体能不好，马上就晕了。下班，下班。啊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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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险！拍他，拍他脑袋！拍他，拍他脑袋！拍脑袋！对对对，稳一点，稳一点。他太长了，对，就是胳膊长是最大的优势。狭路相逢勇者胜。拍了拍了，哎，拍了拍了，太厉害了！胳膊真长，厉害厉害，胳膊真长。他胳膊太长了，他还捂住了自己的，还可以去撕你的。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了一个什么画面吗？就那个长颈鹿在河边喝水。喝水。哎，刚才转那几圈有点晕吗？晕，可不晕吗？我也晕。你再僵持几轮，郝璇就要拍你脑袋了。拍。松手。保住了脑袋这次。接下来。进入到两队的第三局对战，请两队揭晓出战队员。你们谁啊？深深。啊！
金刚，单臂举重一下。我们要以小博大，以弱胜强。暂停在这里吧，我觉得。不可能赢的。你真会排呀，姐们。不要浪费这个力气了。奥林匹克精神，你就突破自我，迎难而上，你就得。大号，这个肯定的，我给你安排了。合适吧？真的，大号。正常。完了，你别是个大的呀、啊。就他了，你看，你选他了。还有没有出来？你警犬啊，你是？完了。正常。大号。呀！大号。你选的那个，这不是我选的。人世间的喜怒并不相同，有这必要吗？我们虽然想以小博大，人小牌大。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加油！友谊第一，知道吗？握个手。彻底疯了，没有手了，你上去，上去，上背，上不去，我抓他一个大拇指我都抓不住。哦，深深没有力量，不用这么大力吧，对我。别听他的这些话，他在骗你，他在骗你，他根本就不疼。贝大师，你太坏了！再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这边。哎，欺负人了！真能演，真能演！抱他，抱他！躺倒，躺倒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等等，忘了他刚才一手五十公斤的时候了吗？算了算了。哎，后面后面，等等后面！哎，后面后面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好，对，这是优势，这是优势。站起来。好滑，起。你不要过来，先转起来。深深骑他上去，上去。很好哎，往上冲了，他很厉害，小小玲珑啊，会窜，气势很强，真的倔强。他不行了，他体能。不能让他歇，不能给他缓缓劲儿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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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小心小心小心！哇哇哇哇！可以，周深很顽强，快回来，再见，快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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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，很努力了，已经很努力了，周深很顽强，刚才单手五十公斤又出现了，把你拎起来了，哎呦我都不好意思，很努力了，真的，我尽力了，真的啊，我都有点心疼了。接下来是两队的第四位出战队员 ，HRBaby 高廷举 ，Here，Yeah，Baby 好会死的，你小心点 ，Baby 是元老级的，超级厉害的，你跟他呀，我觉得 Baby 可以用了，可以用了，我能赢吗？你能赢，你能赢，你就那招一手自己扶着，先抽抽抽。正常，正常，正常。打不开的是不是大？来，我给你打开是大的。正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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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。我们用个特权不就好了？好好好，用用用。给他换大名牌。好，那我们兄弟队使用了自己获得的特权，将高廷宇的正常名牌换成大名牌。我就一只手。他一只手让你。你也一只手吧，好不好？你也一只手，好不好？你也一只手，这样你就一只脚，可以吗？
呀呀呀，你用嘴啊。请两位准备，加油加油啊 baby， 来吧。哎，不是一只手吗？咱那我放这不行吗？啊，对，行，放背后吧。咱呢，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，都行都行，你要哪只手都行。他们怎么还聊上了呢？怎么突然有种拍偶像剧的感觉？啊、我们是比赛啊！啊！哎！哎！哎！都抓住了！都抓住了！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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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妹妹！妹妹！抓不住啊！他个高，可能不好意思。哎，没事没事。抓不到啊，抓不到，真抓不到。好，目前两队是3-1。你们第五位是谁？孟尝、蔡徐坤。花儿，你跟孟尝，你给我赢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跟小爆发一起也不行啊，爆发小王子。点到越少。两位都是正常名牌，请就位。公平的竞技了，只能这么说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，这局要是赢了还有扳平的可能。哎，你的意思是如那我就输一下，因为刘哥还没来呢。你这句什么意思？太过分了，我就输一下。你别瞧不起人，我们前面虽然输了，但我们都尽力了。你最好赢。怎么的？嗯，我们怎么越说越像对面的人呢？加油加油，来吧。哎，是这样吗？对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徐梦涛老师准备自己把自己撕下来吗？哎呀，我不行，我不骗你，我连整不了那对抗的，我害怕啊！啊，他是不是在？他是不是在用战术？他是，他先把你放在高位，我给你了，要不然那个刘哥你扣你了。刘哥，我俩人撕吧，我不行，我从小到大没打过架。这样的，我俩咔这20圈以后再开始行吗？要不你俩休息一会儿，下一组先上吧。这样，下一组咱在这儿吧。在这儿。桃儿，给我上桃儿。怎么上？这样啊。呀。双手双手上。但我怕他抓我，给我脖子勒了呢。你现在自己勒成啥样了？还人家勒你。咱俩开始吧，来吧。快刀斩乱麻，来吧。哎呦，灵活啊！对，保护自己。没有，最好的防守就是攻击，攻击，攻击。对。哎呦呦呦呦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呀！哇塞！我以为这场比赛是不会有激烈动作的，我也以为，没有想到，你最后运动员的态度还是，哎呀，不自主的出来了，用尽全力，对，有战术啊，他有战术了、啊。让我吧，选择吧。完了，我要跟白鹿了。大名牌，像我们刘老师抽的大名牌，我正常名牌。哎呦！哎呦！好嘞。
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看这出场。啊。哎。你们可以这样边做边撕吗？掉一把辣椒从嘴巴，辣个辣。加油，白鹿！横店之光，加油！哎，我有点晕，等一下。对，先看这脚步的变换，脚步的变换，好像。哎，对了，你确定你要这只手护着这个？啊。那你这手被抓住，你就没得弄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，这样也不错，你这样比较能保护自己。有一种边教学边撕名牌的感觉。刘老师，你的粉丝可以跟我握个手吗？握手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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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。我抓到你的手了，快，快冲啊！我们教练运动到了，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在意我们的健康，你太专业了吧。这个累还是本草纲目。没有，这个就是比较无氧的一个训练，其实很好。无氧啊，对，无氧训练很好。领队，你们队就你输了，我要是再不让你们一把，那你们怎么办呢？唯一一个输的是照顾你才给你当队长的。我是卧底，看不出来。太好了，再说一遍。有这个难得的机会，也就是今天的获胜队。谈判能力就是用嘴呗。今天是玩嘴的。我没有信心咋整？商战是没有硝烟的战场，而语言是最强大的武器。今天大家将挑战抢订单、运货品和分奖金三种形式的谈判。在今天的谈判当中，要努力为自己的队伍赢取更多的收益，来争取最终参加东盟博览会席位的机会。那么马上我们就要进行第一种谈判，抢订单。不久前我们接到了东盟博览会后勤部门的果盘订单，这个果盘订单对水果的需求量非常大，除了你们自己主营的水果外，每一组还需要补充其他的水果。水果的品类越多，你们在谈判时的筹码也就越多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项任务来为各自的队伍补充一定量的货品。稍后一位成员四肢离开地面。四肢离开地面还能离开地面还弹跳？这样吗？对，哦，像乌龟朝天一样，这样。然后另一位搭档要在这一个四肢离开地面的搭档弹跳的那一瞬间，将一个呼啦圈从他的身体上穿过去。哦，好累啊！你要整个这样子，我知道，我要滑过去。对，哇，感觉有希望哎。不是，这游戏对我不利，脖子太长了我。挑战成功的队伍使用的次数越少，你的排名就越靠前。前两名每一组可以获得三件水果，后三名每一组获得两件水果。接下来就请大家决定是否先出战。先出战有好处。走吧，来来来，坐上去，你就坐上去，坐上去。哎，我已经离地了，你俩一起吧，要不？啊，这么难吗？你俩一起，换一边去。哎，魏总，来来来，你们先来。长，我吓人。听见那声了吗？哎呀，你这么像感激，你这个样子好像就是。从这儿开始可以吗？要从脚开始吗？还是从哪里都可以？从脚外开始。脚外。脚外吗？脚外。要不要从南宁的郊外开始？郊外。你要从脚外。郊外开始。我可以试一下，来，哎。
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可以啊，往高了蹦啊，来，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就这样，三跳，一、二、三，可以。好，来，预备。这有点难，其实。准备，先来挑战。挑战啊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失败！这人刚才屁股被打一下，感觉是哦。哇！准备第二次挑战。一、二、三。好痛啊！没事吧？疼是不疼？屁股没事吧？我找不准那个 timing。不应该呀、啊，真员都不行，那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全军覆没、啊？挑战，一、二、三。真员已经被打懵了，现在。你的队友脸都打懵了。这还挺难的呀、啊，凯哥，你要不要试一次？你都不行，我肯定。你俩换一换，你俩换。来，我喊一的时候就过啊！等什么？三二一，好，三二一，好好好，三二一，哇！恭喜此队第四次挑战成功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跟身高还是有一定优势的，是吗？是啊，来来来，身高有优更有优势的人来，周深。你就只注意这个距离就行了，上面的距离你不用考虑。明白了，就管跳往高的跳。啊！一、二。哇！哇！两队挑战成功。让你下一个 OK OK。范丞丞，我一点起不来。真的假的？这怎么可能起来啊？我一点都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那个勇气是吧？嘿，哦，我的就是这意思，我知道了，可以，我可以。我们，把你的脖子缩一缩啊！脖子缩一缩。好，三二一。我想被什么吓了一下。二一。我去，我去 ，OK， 三二一，吃不下，怎么起不来了？尝尝，你这好像跟左右脑有点关系。这个左右脑，原地的，你还有力气吗？再试一下，三二一，二一。我都听见打在屁股上的声音了，哦，实诚的一声。你来换人，换人，我不来了。换人，我起不来。不要有顾虑，往那儿扫。我起不来，起不来。白露，我觉得你喝个安慕希就过去了。我也觉得，益生菌酸奶。加油！不行，我完全起不来，这女孩起不来的这个力。我们队放弃。不玩了，不参与了。奶奶姐，我觉得应该挺难的，懂吗？我得怎么起呢？这个不是到这儿。哇，我的体重太大了。但是我的体重也很大。我哥哪儿只抬不起来，我哥都有可能把这地给坐穿。来挑战，来，一二三。打脸！通透了，马上通透。对，贴这黑的。贴来。现在就贴在这黑的吧。对。来，一二跳。跳。过来。这腰腹。哎，沙哥，你先试试。看看减重以后的沙哥有什么不一样。沙哥。我感觉他在这儿要做个瑜伽是吧？来，我们试一下，来，三二跳，跳，好疼，好疼，他
都没动。你看他体罚他。我感觉我小时候的体育老师来了。那反差好大呀，涛姐。三二一，跳跳跳！咱俩不说了吗？三二跳嘛。当时我大脑是已经跳了，但是肌肉没有动。你要不喊吧，我感觉。那我轻点喊啊。准备好了啊。哎，我等会儿啊，我试试。没起。不是，你不怪这个声大声小，跟那声没关系。来，我自己试试。你妖精吗？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灵魂的拷问呢？委屈你了。三二。不是，这是哪门儿呢？还是你吧，我比你还差点。来，三二一。刘涛，我感觉是来犁地的，你知道吗？气！气！气！硌着那个腰我就拽出来。你这不亚于刮痧呀！三二三二，哎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行就行，不行拉倒。我觉得可以可以可以。挑战，来，三二七七。越来越重了。我们同意，算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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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也是倒数了。对，第四次挑战成功，这一项任务就已经结束了。经过这项任务的挑战，蓝队和粉队每一组可以获得三件水果，其余的三组每一组可以获得两件水果。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这一环节每一队都有起始的两件水果，就是你们自己组成的这个水果啊。根据刚才大家的成绩，稍后依次到左边的水果箱里来提货。水果箱里除了大家经营的五种水果之外，还有第六种水果砂糖橘。除了水果之外，箱子里还有一些特殊的谈判道具。谈判道具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会有一些优势，或者可以改变一些谈判局势。接下来我们就按照率先成功的顺序，依次到水果箱里抽取水果，放到你们自己的货箱里。先请蓝队到水果箱里抽取三个水果。好，看运气了啊。好，就他了。有点浅了，等一下，有点轻。轻也不代表什么呀。拿吧。这个吧。哇，好重。哎，都被他们抽完了。这是哪吧？行，拿吧。咱挑啥呀？啥也没有，拿走吧。来。